就是明的想的吧。我若能像先知讲道，明白个人奥秘，若没有爱，若没有爱，我就一点也没有可过。人是很久忍耐，又有何子？爱是不嫉妒，不知怕，不争过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的分，不轻易发怒。爱是喜欢真理，不喜欢博弈，但是本是相信，本是忍耐，本是盼望。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重生而来，因为生就是是忍耐，本是盼望。